主料：肉皮300克，青椒15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豆豉、老抽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将洗净的豆肉放入卤水中，卤至80%熟后取出，切丝备用。青椒切丝备用。将青椒在锅内干烫至变色后加适量盐，在锅内将青椒丝扒窝，加油加豆豉煸香，加入肉皮一起翻炒，加适量老抽翻炒均匀即可上桌享用。烹饪技巧：尽量将肉皮上的肥肉弄干净，这样的猪皮才更营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